每个工作日，您都需要重复许多工作程序。如果您在日常工作中使用农药，加强卫生措施来保护自己是非常重要的。要经常彻底把双手洗干净，尤其在饮食或去洗手间前。下班后要把工作的衣物和其他衣物分开清洗，并且洗澡。请注意安全，在工作场合一定要按照这些卫生习惯，以保护自己不受到农药的伤害。